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咱新闻报道讲，最近鸡卵价少价悬，有一挂卖卵的煞卖业者，对限制消费者一概买鸡卵的数量。一挂民众，还佫用到卵的餐厅业者，加减拢会去妨害到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防，喝王红读第五条。这个防就有解到阻碍、阻挡的意思，咱讲妨碍；另外嘛有伤害意思，咱讲妨害。啊，若是无要紧，咱讲无妨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，头一个读作妨碍，某人读作妨碍。头前讲到这个意思，就是阻碍、阻挡某一个人做某一项代志，我都顺势进行。第二个词读作妨害，这个意思就是妨碍甲迫害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介意一个人，或者是想要做一项代志，只要卖去妨碍着别人，袂去妨害着他人，就免烦恼，会当勇敢去追求家己的梦想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作妨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